今天发的食品啊，也拿出来了，及时拿出来。之前忙的时候就放在袋里，结果都烂了。Juicy， 原味的有机鸡肉，这个今天就吃吧。新鲜的有机鸡肉，自由农场，没有抗生素，绝不没有抗生素。美国农业部有机，支持你的当地的小鸡儿。Sonoma 县，加州。Air chilled， 空气冷冻。动物福利验证，啊，意思说动物没有太遭罪的活着，对吧？动物福利验证，验证了什么什么组织，增加营养了环境啊。非转基因项目 ，GMO 就是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， 基因修正的生物，非转基因项目验证。就有医生说，小鸡饲养并且喂养一个饮食符合非转基因项目的标准，为了避免基因工程成分。可持续的农场 Petaluma 家禽，它的意思是指可持续的可持续的被农场养殖adherence， 符合我们的第三方审计和验证的可持续性的项目开发，特别的为了我们的家禽农场，请参照这个网站啊。详细请参照这个网站。没有荷尔蒙或者类固醇被添加，联邦的规则禁止使用荷尔蒙或类固醇在家禽，验证全球动物合作伙伴标准被地球声明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 有限责任公司保持冰箱保存可循环的牌啊，就说这个盒是可循环的，这盒是可循环的，今天就把它吃了吧，冰箱都空了这段时间。营养表，卡路里130，总脂肪5%，饱和脂肪3%，胆固醇27%啊，胆固醇高，钠3%，嗯，这有点，对，胆固醇有点高，怪不得我胆固醇高呢，可能鸡肉吃多了。安全操作指南，这个跟其他都一样。安全操作指南，本品准备自经过检查的和通过验证的肉和或者家禽，一些食物产品可能包含细菌，细菌能够引起疾病，如果产品处理不当或者烹饪不恰当，为了你的保护，请遵循这些安全操作指南，保持冰箱保存或者冷冻，化冻在冰箱里或者微波炉里，保持生肉和家禽远离其他食品，洗工作台，洗工作表面括号包括切的板餐具以及手，在接触任何的在接触生肉或者家禽肉，烹饪彻底的，保持热食物热，冰箱保存剩的食物立刻或者剩的食物扔掉啊，剩的或者扔掉或者放冰箱里，质量保证，我们爱我们的产品，并且希望你也爱他们，如果你并不是100%满意对你的购买，联系我们的客户关系助手，并且我们将把它弄好，得给我们打电话800，找到这个商标在什么什么脸书和 Instagram 啊，这个皮特勒什么什么家禽可持续的农场饲养的小鸡儿，家禽业的先锋，自从1969年抚养啊孵化饲养和收获在美国分发被 Petaluma 家禽加州验证有机，被质量确认国际组织啊。那我就今天就吃的吧。这个是鸡腿吗？鸡腿吧，这是
对，花冻今天吃的，今天就吃的。我冰箱空了，冰箱，我的冰箱空了，看，冰箱空了，冷冻箱先擦了，这个搁这里花冻吧。今天就吃了它，今天就吃了它，红薯，红薯好诱人呢，圆葱，圆葱搁这里。白菜，小白菜，洋葱，抄出，红薯，红薯，红薯跟洋葱放一起吧，比较重的家伙。白菜搁这里，白菜两颗，圆葱，圆葱丰收了，不错。我最近比较喜欢吃圆葱了，之前，桃，桃搁这里不妥，桃搁白菜这里吧。菜花，菜花，红薯，菜花，红薯，这大红薯真大。转基因的吧，桃，桃，红薯，桃，桃，黄桃罐头，这是直接黄桃的，桃，洋葱，然后邻居又给了一些。这是邻居给的，邻居给了一些大米，啊，圆葱，感谢邻居啊，这另外一位邻居给的，我本来想把那个鸡蛋给一位邻居，后来那位邻居他没回复，后来另外一位邻居说你要米吗？我说拿了吧，他吃不了，给我行。哦了，感谢感谢，感谢感谢。之前那个就是可能就得扔它了。之前那个菜花，就得扔它了。菜花坏了。哦了。然后这是昨天从对面那捡的，我打算把它擦干净了之后，下边放粘书板啊，上面是个面嘛，我给它擦出来，还有这个板，嗯。OK OK， 刚烧的水，2:39，啊，再见再见再见，后脑勺有点痒，后脑勺，看着点吗？好了，再见了再见了。